但是高雄音乐环境，我觉得硬体真的，其实讲真的，没有什么好挑剔的，非常的好。现在呢，唯一要挑剔的就是你的歌声。那因为我知道你后来当了暖男之后，当了市长，根本就没有时间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练习一下这个市长？不好意思，请你起立，是不是来练习一下哦？有时候，有时候，你可不可以清唱个两句？请市长。请市长唱两句。局处首长都没有掌声。对，你清唱个两句，今天让大家开心一下。这个、是碰到最困难的质询，真的是充满挑战。我觉得我应该是得罪议会太多了，所以才会有这个下场。那个李议员再起个音就可以了。有时候，有时候，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。很棒，很棒，我们鼓掌。都有时候，可以了，很棒。